每个人都可能得癌，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原癌基因，只要受到外因刺激，也许就会被激活。而这种外因往往来自于我们的生活。国际抗癌联盟曾发表报告称，全球每年有1200万新发癌症病例，其中高达40%原本可以在生活中自检预防。以下是身体各部位出现癌变后的信号。头部，先看脸部左右是否对称、浮肿、疙瘩有无增加或变化，再看眼白是否发黄、发红，眼睛是否苍白无神，浮角正不正常，然后用食指轻推鼻尖向上，看鼻孔内有无变化，再轻摩鼻子外部，看是否肿浮或不正常，最后以双手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轻轻捏摩耳朵，现查是否会有疼癌和硬块等。用食中二指轻轻触摸移动头部周围所有的淋巴结组织，包括耳前、令下、扁桃体、深颈链、锁骨以及耳后、枕骨、前颈部、后颈链等处，注意大小、形状、轮廓有无异常，若有则应注意是否有单侧的鼻塞、流鼻血或耳塞等现象，要尽快就医诊治。口腔，先观察嘴唇的颜色、张合活动度和形状是否有异，再开口检查，注意观察唇红及舌背部有无无痛性红色或白色斑块和异常硬块，两颊内部动膜及牙齿有无红肿、变硬、变厚、斑点，尤其是白色的斑痕，还有伸缩反转舌头，观察是否有震颤、不对称、活动不自如及颜色异常。表面舌尖和边缘有无曲张肿大，其次用双手触摸腮腺面颊部和下及颈部，观察有无无痛性包块或肿大淋巴结，需要警惕的口腔癌先兆症状有：一、口腔黏膜上、上下唇、舌体、牙龈等有固定性溃疡，经治疗3至4周后仍不愈者；乳房，女性通常应于月经过后1周内实施乳房检查，若已停经则任选1天脱去上衣，在穿衣镜前观看两侧乳房是否对称，皮肤是否光泽，色泽是否正常，有无静脉扩张和水肿，之后双臂上举观看两侧乳房是否在同一水平线上，乳晕的颜色是否一样，皮肤有无点状凹陷，有没有橘皮样改变，是不是存在区域性凹陷。酒窝征，乳头皮肤有无脱落或糜烂，乳头有无提高或回缩现象。再举起两臂做同样检查，其次仰卧，一手枕于头下，一手以5指指腹按顺时针方向由外向内轻轻压摸，查是否有硬块、增厚或疼谱，两手交替做，需注意外侧上方部位及腹下淋巴结有无异常。腹部检查，先观察腹部外形、纹路、颜色及血壁、毛发有无异常变化，肚脐有无变色或分泌物，然后身体平躺，两膝曲竖，放松腹部，双手五指并拢轻压摸腹部，检查是否有硬块或疼谱。阴部，中老年男性应经常自摸高九级阴茎是否有硬块或其他异常，再摸摸属龙部的淋巴结，并现查龟头触摸。高九时可以时中指按一面，大拇指按另一面，有凸起或其他变化都要小心。分泌物，观察痰的颜色、浓度、气味及是否掺有血丝，再看尿的颜色、流速、尿量有无焦化，其次看看大便的颜色、有无血块、粗细、余硬变化等。预防癌症，在饮食上要遵循3个原则。第一，不要过咸，如果减少食盐、盐腌制品，多吃新鲜蔬菜、水果，那腰胃炎发病率就会下降。亚硝酸盐是导致肿瘤的第一杀手，不新鲜的蔬菜、腌制的火腿、泡菜都含有这种致癌物，通常条件下膳食中的亚硝酸盐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，只有过量摄入亚硝酸盐，体内又缺乏维生素 C 的情况下，才会对人体引起危害。如果吃得过咸，会破坏胃黏膜，促使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。
第二，不要过细。现代人吃的粮食过于精细，使得纤维素的摄入量大大降低。纤维素能吸附大量水分，促进肠蠕动，加快粪便的排泄，使致癌物质在肠道内的停留时间缩短，对肠道的不良刺激减少，从而可以预防肠癌发生。粗粮、麦片、芹菜、木耳等都是富含纤维素食品，但过量摄入纤维素会影响诸多营养素的吸收，使体力下降，故每天食。第三，不要过油。调查显示，如果油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增加，大肠癌、乳腺癌、前列腺癌、胰腺癌的发病率就会上升。高温煎炸食物会产生苯并芘、杂环胺类化合物和丙烯酰胺，与妇女肺腺癌可能相关，而水煮鸡微波炉蒸则不发生。